与支持者一同自拍，更开玩笑说自己是北台湾自拍之王。基隆市长谢国梁找来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助阵，要推出反罢免票。以市政考察名义到基隆，李四川给专业建议，两人还一起逛咖啡厅。但对比谢国梁，前一天找的是首长卢秀燕、许淑华，副市长李四川专程到基隆，也被解读为选新北冲绳两码。不晓得他未来有没有更多服务的意愿，如果有的话，我想不止双手，我双脚都要举起来。我做工程的人说实在不懂政治，2026太远了，还有两年多，这一个不要想那么多。2026还太早，没把话说死。李世川这说法留下想象空间。而近期在新北跑很勤的卸任副市长刘和然似乎还没受邀，就连前一天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结婚60周年钻石婚宴，侯友宜和刘和然也没出席，倒是川博成了座上宾。而另一头，民进党有意挑战的苏巧慧也很积极。想要飞去海里去抓虾，伊讲。大唱台语童谣，苏巧慧拍摄到录音室录专辑的影片，抢购网络年轻选民，放眼新北市长各阵营人马磨刀霍霍。三立新闻黄正杰、王一德，基隆报道。